想喺 iPhone 過上落 Windows 度，冇條線都幾麻煩噶。不過有個 Apps 嘅話咧，就話咁易啦。Windows 10更新咗之後咧，無論 iOS 定係 Android 手機都可以無線過上落部電腦度，真係方便好多噶。不過如果你話調翻轉電腦過上落手機咧，就唔得咯。換生活，落科技 ，Unwell-K。